망설이지 마. 妈的，武器怎么这么肉啊？这个英雄肉的超出我的想象了，我真觉得，我真觉得他不该这么肉啊！太他妈肉了，这肉的让我恶心，没伤害呀、啊。First blood.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날카로운 검에 날카로운 정신. 真的肉啊！懵了我。당했습니다적 double kill. 감히 누굴쳐武器比较能打那种凯南、杰斯之类的对象，说的话，剑姬在武器的管辖范围之内，武器是管剑姬的，戳不动，真戳不动。那质量差好多呀、啊！对面寒冰加上霞这么强吗？정확하고우아하게那不是个质量，不惹他。武器打酒桶没有打凯南杰斯难打，对线都能被削了。主要这版本武器耐久都太高了，耐久太高了。武器要削，估计得削一下基础回复吧。他的回复能力好强，我还先带个多安盾，搁那耐着跟你打，靠基础伤害都能把他灌死，有点小耐。不灭之握更戳不动武器，我要快要被恶心死了。质量差的不是一丁点儿，没辙。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스타일참구리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망설이지마
他比我肉啊。这个好像不该推的，不知道，应该要推，多少血？不知道呀，给点信号呀。这个线我不推，我跟死的有啥区别呢？满血。没办法，谁叫我是啊？我是谁？但是我这个线你过来你不帮我推，什么意思呀？算了，给你卡了。操蛋啊！怎么这么费劲啊？我感觉信息伤害好低呀、啊。感觉剑姬你妈一点伤害都没有，打半天才打死一个人，太费劲了。我是尴尬的。너희들이노력할때난이루어내거든好能扭啊，这武器扭得好好。有昏了呀。他扭的确实好给我一种中不了的感觉。反转来了。这武器错的错的不该跟我熬硬的，他扭了没问题，打完消耗下一套我还医好了，我但没好再跟我打，他错的错的还着急了，他不灭钢真不少熬硬，凭什么？这版本武器都带不灭的武器现在都带不灭。他一点 CD 了呀，我都不知道还有他有闪现，他没闪现都不我包秀他的。他点 CD 了，我没办法，只能跟他换掉了。小亏。不是寒冰射手这么装吗？要说 TP 就好了，可惜了。一 TP 就很赚了。卡平 A
差不多得了啊。我牛人两个最好打了破绽，主要贴墙了，还那个位置必须得浪费一下自己时间，不然贴墙了我就杀不掉他。很难玩的嘞，这个上单的局势不好控制。后面一堆人，人太多了。你看线不能移过去，有点难玩了呀。够啊，怎么想这么猛，想太猛。对方把对面勾引烂了，疯狂勾引对面。这不叫卖队友，这怎么能叫卖队友呢？我总觉得他们这穿甲卡莎不厉害，我总觉得到底为什么都这么玩呢？我总觉得不厉害。卡莎还是要传统的厉害，那种海妖杀手厉害，我觉得。我就不去了，没什么时候拆这个二塔，没什么机会拆了，有机会就要狠狠的拆。二塔吃的就很爽，金金娜娜不想去赌啊，万一没赌好，二塔金金还没了，更亏。抬眼刀加木刃，他这种除了 A 出三下还有什么用呢？一直跟那 AQ 拉扯，反正我是真不看好这个玩法。当然都这么玩肯定有他的道理。你一直打我还是反应，有那个大病吧，很难玩儿呀。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
망설이지 마. 妖姬这玩意儿确实有点搞人心情，打得有点恶心，打的。当然我的状态是不会掉的，因为我有麦，我加上贪欲九蛇双吸血，这也太难玩了。妖姬的电刀叠的也太快了，那我一算电刀的 ，W 一叠电刀的贼快。太费劲了，小炮刷也刷也刷怪刷了很多、啊。有点费劲。不是吧，尴尬的要带他们翻盘了啊，诺韩坦。还好战斧留了一手，不是我带他们翻盘的吗？要那我信心要打出来的，一个寒冰射手照片这么跳，没想到。你要吃吗？你觉得我吃更好了？너희들이노력할때난이루어내거든看呀，你看，里面都是用冲击波。纯素材，这不太他妈离谱了。玩了，刚哥歇笔了，坏了！哎呀，他妈的，老跟着我干嘛呢？你给我跟的跟多了，搞得我有点，还好这队友换了一个，不然更难。有点犯毛病的呀，天哪，怎么能犯这种毛病呢？不经夸的呀。这妖姬这东西我还是有点怕的，确实摸不到，很头疼的一个英雄。等下小炮跟他带，等待带不过他。偷的，
复联者三代。一闪一闪亮晶晶了。这还没闪现呢。先带下吧，我这个点单带有点无解，两个人抓不了我的。如果吃了 map 这波线没了就很难单带了，但队友已经退了我就吃了 map。 308确实有点夸张。没用了，那吸血吸的贼快是吗？不是你他妈的龙还被抢了，那我玩的意义是什么呢？我在这玩的意义是啥呢？这小炮酒桶诺都是干啥吃的呀？大刀一个都不放，我真醉了。剑还是有伤害，打我半天还是有点掉血，妖姬没啥伤害。我都跟他们两个打晕了都要，你们就这样对我。龙不能给他们吧，然后龙得要呀。有眼吗？哇去，有的。对我的资源控制也太强了，管不了，妈的都不爱做眼的，你个臭头！服了你们，这样玩游戏，笑了，这样玩没机会了呀，眼都不做，哎呀，操！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我也不知道呀。武器在家里面，问题是武器有大的 buff 也带不动了。你又是个什么冲击波，兄弟？家好像被一波了吗？他妈守不住啊！不会吧？他没有大招的，我随便，还真守不住了。这我要被扭狗了呀！
操啊，这几个队友确实。